信今天你们会因 X80 系列而火热。X80 标准版采用的是天玑9000，它是一颗非常强悍的旗舰芯片 ，CPU 能力堪称安卓新皇。X80 的跑分接近105万 ，X80 的目标是成为天玑9000之王。120帧双芯超帧 ，X80 也成为了 Vivo 有史以来散热评分最高的整机。别人给不了的散热，我们给，一跃提升至双电芯80瓦，实测双电芯80瓦充电，11分钟就能够充电50%。X80 采用了一块6.78英寸的低功耗 E5 超感屏，这块三星 AMOLED 柔性屏，120赫兹刷新率。X80 带来了立体声双扬声器 ，X80 第二代双芯旗舰，别人给不了的，我们给。自研芯片 V1 加，我们还装配了 NFC、红外等等。X80 系列搭载了先进的蔡司 T 星光学镜头。他负责稳，但我负责懂。X80，它的价格是3699元起，8+256G，3999元，12+256G，4399元，12+512G，4899元。